地居民的多数同意，他才能，我们县府才会核发许可证。这些种种这些努力，都一句话，那是县长的家族企业，要被抹灭了，你就说嘛，如果查到我就辞职嘛。对，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我真就祝他家庭幸福平安。对，所以当下其实我听到的时候，我也是有点很难过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流言蜚语去传出？我家大业大呗，所以我必须还是要给县长一个肯定哦。谢谢谢谢，县长愿意承诺这个东西不是你家族企业，如果查到了，好，你就辞职。我觉得这样的承诺可以再证明说，这个他可不可以相对应跟我说，如果他查到，他如果没查到，他给我退选。